就算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擦掉了眼泪，还是抬头要挺胸。你一定要来我们的打人课推理。不气馁往前冲，我还在你的背，我永远不退缩。教导你如何复制打人的。不要小看我，别问我有几两重，风在动，雨在梦，我会站着像英雄。脚踏一阵风，肩上扛着一条龙，任你笑我做梦，就算难过也不痛。把伤心的碎片抱一抱带走，回家慢慢念好再来过。我会让你拍拍我的肩膀说，看不出来你还不错。来了这个两天的打课飞利里面，让我对小草的事业更加的有信心，对于怎样去规划整个组织更加的明确，而且在这个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更加的有信心，在这个小草国际里面再创高峰。相信有一天你会回到我的身边，看看一个没有走的我。在 ATM 不想成功呢都很难。这痛算什么，让你赶也赶不走，将来的每一天会是晴朗的天空。握住我拳头，要忍耐过每分钟，我知道在前方有人会等着我。希望我的努力仍让你感动，我仍会默默地站在你背后。喜怒哀乐都会陪着你度过，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。算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，擦掉了眼泪，还是抬头要挺胸，面带笑容，不气馁往前冲，我越挫越勇，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回到我的身边，看看一个没有走的我。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，希望在明天还是抬头要挺胸，面带笑容，不气馁往前冲。我越强越勇，我越勇我来吧。你们下一次一定要来，你们一定要来，我记得下一次一定要来。 Have to at all cost to attend this training if really want to succeed。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 ATM 的 Director Training， 一定要来哦！各位朋友、各位伙伴，我们马上行动，我们 Director Training 见！公司训练营，好棒！